快点亲它一下，为什么呀？看它会不会变成一只青蛙。彤彤，乖，早点休息啊。爸爸，妈妈还没有亲到你呢。我先去洗澡。妈妈，爸爸怎么了？爸爸可能是太累了，我们睡觉好吗？来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没有啊。你怎么最近都对我怪怪的？可能刚手术完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吧。我疼，你有没有什么事要告诉我？什么事儿啊？没有啊。坐。你很准时。厉总约见，我岂敢怠慢呢？为什么突然拒绝和梁氏合作？做生意嘛，就是为了赚钱。要想赚钱，就需要变通。我仔细考虑过了，这个三亚旅游项目，如果是向氏一家独做的话，就可以从微利变成暴利，这么大的利益，我为什么不争取呢？你要的不只是这点利益，有话就直说吧。是啊，如果不是你三番四次的从中搅局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有做生意的天赋。你说的对，我要的不止这些。多年前的环保计划、相豪帝都，还有今天的旅游项目，你抢走的，我会一点儿一点儿的全拿回来。你想要，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所以说，我这个做弟弟的，要向你这个哥哥多多学习啊。将军，我以前不动你是因为爸爸，我不想让爸爸担心，而且现在他已经在手术。都叫上爸了，那就多叫几声吧。
把30多年的都补上。不要急着高兴，否则我会让你哭得更惨。好，好，那我就等着，我的亲哥哥。将军太嚣张了，要不要找人修理他？我们是守法的人，说话注意点。他会自食其果的。也是，你也别再心烦了，早点回家休息，身体重要啊。回家。建东，带我去。请慢用。不是才做完一场大手术吗？少喝点酒吧。本来有件事情不想来麻烦你，既然在这里碰到了，索性就告诉你吧。我想把迪亚影视公司的30%股卖回给你。